今晚的水疗教程，水五滴，乳液五滴，精华三滴，把我们的维生素 E 加上两粒，然后搅拌均匀。洗完脸，喷壶水喷上三遍，拍打吸收，然后刷到面部打圈按摩吸收。吸收差不多之后，再把咱们的这个虾精酸奶倒上三瓶盖，倒到小碗里面，然后加上半勺的这个芦荟胶。加上小半勺的洋槐蜜，搅拌均匀之后，泡上五片的湿敷棉，贴到面部，拍打拍打，盖个保鲜膜，包裹上18分钟之后给它取下来，按摩吸收，清水洗净。然后呢，护肤品的水拍上，调个睡眠面膜。睡眠面膜是水8滴，乳液6滴，精华3到4滴，芦荟胶少许的一点点。比指甲盖小一点，搅拌均匀之后，然后刷到面部打圈按摩吸收，吸收完之后用霜去锁水就可以了，姐妹们，你们自己去做啊，今晚有事儿不直播了哦。